五月一日，新晋歌手歌艺森携个人首张 EP《我很认真》在京举行歌艺森和他的朋友签唱会，袁维亚、莫龙丹等不少好友皆悉数到场支持。而当日歌艺森也特别采用捐款换碟的方式，将签唱会的所有收入都捐给四川芦山地震灾区，还表明在接下来的专辑筹备上也会延续这一善举。那这首歌曲、这张 EP 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也是给我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交代。那么我真正的一个专辑呢，现在正在筹办当中，然后大概会在7月份和大家见面，到时候也会办全国的一些巡演，然后还有一些签售，同样呢也会把这个雅安加油然后这个项目然后加进去，然后用自己微薄的一点力量，然后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。好声音出道以来，不少网友都称歌艺森和知名主持人李晨面貌相似。现场问起这一点，歌艺森也立马笑得像个孩子。之前网上有说你跟李晨撞脸，你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像吗？对，有时候我们俩见的时候都会看一眼，就会觉得确实有点像。